一缕清香入梦来。你这个鬼丫头，明知道我没有文化，讲得这么文绉绉。哇，好香啊！人家一大清早就起来给你做这个了，高不高兴呀？你怎么长得这么好看呢？我真想把你这两块红啊揪下来扑在我自己脸上。姐姐长得才好看呢，你想要红啊？我帮你揉出来呀，揉出来，揉出来。快起床。好，起床起床。